有些年纪大且自己居住的师兄，因膝盖疼痛或膝盖病变磨损，无法跪拜。请问师父，像这样年纪大的师兄们，能不能上早香晚香时，插香进香炉后，站立行式的跪拜和磕头，就是像上新香一样？是啊，可以的呀，你就让他站在那儿，插完香之后站在那里拜，没关系的。菩萨，我告诉你，非常懂得爱惜众生的，所以你只要用心拜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不一定师要跪父。下来的。